两个鸡蛋12，加上一颗鸡蛋，好，再来上一颗鸡蛋。我们是在这个Fuyang，这个是什么粉啊？豌豆粉啊，豌豆粉的，加两颗蛋，12块。要辣椒算吗？要辣椒，海放，多放辣椒，哎。反正是辣啊。对，就像大海一样。漂亮，这是什么？蒜汁？嗯，蒜汁。来上大蒜，你看，这样可以炒一炒，翻一翻，特别的棒。这个粉都提前炒过了是吧？嗯嗯。这样熟的快。这是Fuyang特色美食吗？嗯，对，Fuyang的特色。啊，你看这多好，吃的人都排着长队啊，一会儿形成人字形，一会儿形成一字形。哎呀，就这样的小感觉，看再给加点什么酱油。嗯嗯，这就差不多了。嗯，咱是蚂蚁可以吃点了。哎呀，这个碗很好啊，是用这个碗盛吗？对，锅盖。啊，这是锅盖。啊，这样配一下。很神奇啊，你看，漂亮，完美啊，就这么一盖就行了。嗯。哎呀，这一天得炒多少份啊？几百份啊？对，哎呀，这个小感觉，直接馋的直打喷嚏。哇塞，你们看一下，就这么一份12块，多棒！还没吃过，这几块一碗？5块钱一碗。哦，5块钱一碗。哦，来上一碗这个面条，加上一碗这个炒粉，鸡蛋炒粉，好，就这么一碗，5块。哎呀，鸡蛋炒凉粉，就1.9，不能太多。鸡蛋和凉粉两者炒在一起，哇，很干香，凉粉是滑溜溜的。哎呀，这味儿可以。这个叫炸面条，说是豆面做的，5块一碗，感觉就是面条糊糊，这个面已经在锅里完全都糊掉了，感觉就是勾了芡的面条，又是美好的一天。抖音。